对啊，有了，应该就有啦。我不知道什么角色可以玩呢、欸。嗯，那去找找，翻一下。那我都打开啊。好啊，你有的都打开。好啊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这边需要多装吗？不用啊，这是他不用进去的时候选。哦哦哦，好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我刚刚那只开头叫做 S 一 R 什么什么什么，记得我有装吧 ？S 一，然后头上是一只 M 的一个兔子。好、哦，你是 M。M 抓到。那是兔子吗？不是花豹吗？对，它是豹，对，它是豹。花豹啊。你说加帕利卡吧。被干爆了。第二季才刚开始，你就要被干爆了。你要直接被干爆没关系啦，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那边直播有没有出问题啊 ？NONO 的，我想玩看拉克斯，我现在看正常。他们说我这边的只有720可以看，540、360全部不行。嗯，假的，我这边那没有人讲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有人修好了。凯文，感谢凯文，我的都可以啊，我的看起来也都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嗯，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只要稍微音高一点面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我简直不是谁，他在讲什么？然后那边讲想要也想要学到日文，他讲他想讲好恐怖，他讲的卡哇伊，卡哇伊，看着感觉直接。这有啊，没有鬼冲过来，你是叫卡哇伊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然后鬼就鬼突然心动，碰到你，然后看到鬼突然脸红了，开好了，开好了，看墨斗太多了啦，怎样？太多了，密码，密码一样啊，一样哦，一样，一样，三次。三个就在上面，发现有打。我要加的话，没玩过这只哎、欸。好啦，我玩看。节奏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，连鬼都想撩？撩一下嘛！阿基里已经到要撩鬼的程度了吗？好，哇，好多哦，好多哦，我连接好慢哦。哎呦，来自深渊呢？这是来自深渊吧？等一下，我可以重玩这只角色。好，娜娜奇，填满了。娜娜奇超好用的，他理智基本上都不太会降。娜娜奇，那我选娜娜奇好了。而且娜娜奇就是有人去你旁边蹭的话，他理智也会蹭上升。你就看到一堆人在蹭你、欸，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别吵！那我们玩娜娜奇吧。不要看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总才57滴血，我比麦斯威尔还低耶、欸！啊，娜娜奇卡住了。你那是什么魔法少女？还在 loading， 这是拉克斯。拉克斯哦，好哦。拉克斯？拉克斯啊，哇 ，low 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你有帽子吧，音乐？有啊，在这。好，来啊。那个要带才有用。拉克斯在连接。哦，理智加六。他们要骑的帽子。纠正一下。没有啊，那些角色都是玩家自己弄的。我有改啊。他又坏掉了吗？哎哎，我骑过来，骑过去，骑过来。你那只有什么效果啊？这只啊，这只就是它夜行性动物啊，晚上不怕黑。哦，可是你可以晚上可以到处跑。对，然后它。缺点就是你要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你只要不动、不做事，过一阵子你的理智就下降了。哦，一个过动，好啊、哦。对。这只是什么？选它，我们要不要先捡一点东西啊？不然它等下选太久。我要当粉红兔子。我先捡一点土的东西好了。好了，哦，要画那只的话，尽量多吃一些胡萝卜，它会升等。升等？对，嘿。哦，是兔子那一只，是不是？嘿，升等会怎么样？那就不要选这个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有人卡住了，有人什么在创脚吗？我的失去连线，失去连线。刚刚是谁做的？杰克，你选了什么角色？我还没选，我还在跳跳看，选选看。我也在跳跳看，选选看。
刚刚有谁确定了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冲突到了？不知道啊、欸，就突然卡住了。我在悄悄看剧情，我还没按。在调看选刊的时候，是不是哪一只点下去它就当掉了？是不是那个粉红兔死的那次，那个眼镜会出来、啊？对啊，好像是、哦、眼镜。对我印象中好像那个眼镜，它所以那只不能选，是不是？对，版本没有更新上来，好像那只会出问题。他那只很早了，很早很旧了。然后那时候兔子一直想玩那只，被我拒绝。想起来了。好了吗？可以进了吗？等一下，我重开。没有，他重开。好，我刚发现我的画面在闪烁。闪烁的画面。后头已安装，知道了。因为那只我记得之前蛮 OP 的，他跑超快。快啊！死掉之后就是要给人家重开游戏。浏览器。嗯嗯。安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好，关掉，拜拜。拜拜。那、啊、等一下，喵哈就是要重。什么东西？FAR OD 来你，感谢礼物。两个水怎么念呢、啊？两个水秒吗？那不是三个水吗？水水原来是水水啊！直接想到上个礼拜去了。那个汉化嘞，这个，我还可以回复什么的，等一下哦。一个水，那个是鱼吗？一个水，一个鱼。你就查水水怎么念字？你知道吗？我刚脑中突然想到我前面的那个文章，我们要必须要附有一些教育意义的影片才行。我们来教。两个水是嘴，嘴，嘴，对。啊，三个水叫鸟。嗯，月月叫鹏，那月月月嘞，月月月这我就不知道咯，应该是没有月月月啦。那以后叫鱼可以叫嘿鹏，嘿鹏，嘿鹏，你才鹏，你全家都鹏。那一个水一个鱼嘞，水鱼有鱼吗？那不是鱼，那就只有三个月。三个月有吗？感谢三个月订阅，他写好像好几个月的，好不好？开好了，我没 Google 到哎、欸，我就看到四个月的、啊，所以你四个月了吗？四个月了，不是，为什么没有三个月？是因为三个月不能讲，是不是？对，三个月才能讲，笑死！哎、欸，我们这完全有教育意义，国文加健康有没有？才没有，这是瞎掰而已好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好吧，我被瞎掰了。又要读很久了啊！哦，是哎、欸，一个水一个鱼念续，一个水一个鱼，嗯，来试试看，月月月续技能升级，续，嗯，一个水加一个鱼鱼鱼下来的鱼吗？鱼不是，羽毛的鱼。自手编自编的那个鱼，哎、欸、有啦，有三个月，你三个月了，所以你三个月的，你怎么说三个月的字是谁的？哦，雨给雨的雨，嗯，哇，舌头你玩够了、哦，那我要换角色了，睡开了，我开好了，好，开好了，好。大家有没有开始查字有没有？大家在查字，我们要负有教育意义啊！我决定不要乱选了，我就选那只蜘蛛了。你不要啦！啊，那我要选什么？娜娜奇啊，娜娜奇，娜娜奇超可爱的，娜娜奇，我根本没看过那一部啊，毛茸茸的一只。好，那我要选什么？随便啊，都好。随便，那我就蜘蛛咯。那你不要，那你随便都好。我讲不要蜘蛛就好，好烦哦！到底要哪一个？降临不是啊，选这个好不好？不要一个降临，一个降临，那干嘛选娜娜奇？就是因为要配合啊。好啊，也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我可以选蜘蛛吗？那个雷格是跟利可啊，不管要打的。如果要打的，没人玩利可的话，你玩那只没有用，你不能升级。嗯，可以玩利可啦，可是玩雷格一定有利可。真理智站在一起会怎样啊？
看谁的效果比较强啦。是阿宝要互尬吗？有有，我正在尬。我没有掉理智，我也没有在动的感觉。我也没掉理智。我还没进去。我先去捡东西啊！我已经在抢东西，抢东西，抢东西，捡东西喽！这些东西都没了，空了，都被捡光了，还要等你们来？那我完全空了，这里有个青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都被砍过了？青蛙、欸，哎，青蛙，是繁星啊！哦，对啊，我是说采花，然后扣了一滴血，那是玫瑰吗？欸、那其那只是恶魔花，恶魔那个恶魔花踩了会扣血。哦，哎、欸，扣血吗？扣理智？扣理智吧，扣理智吧。我刚刚是扣了一滴血、欸，你捡的什么东西啊？还是你其他仙人掌？你踩到？知道。哎、欸，所以另外一只那个兔子可以选吗？等一下，这里的青蛙也太多了，白痴，好多青蛙。这个蓝色的兔可以干嘛？跑一跑。哎、欸，你们，哎呦啊，我被打了。啊！被打了！了快速减血吗？好多青蛙、哦！一个900滴血的机器、哦，一个机器教主叫他用远距离攻击那个吧。教主来啦！被他揍了40滴血。你们去打机器人了、哦？这么快啊、哦！路过路过，然后哦，喵喵，他经过之后就触发，然后我就跟着被打了。好多青蛙、哦！是有快速减血吗？有，我有装。哦，不然节奏太慢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快速减血。检举，检举，快速检举！我好像，可是我有点卡哎、欸。你会卡吗？嗯，太多。哦，这你说这个发条教主吗？对，我还好哎、欸。我开个那个好了。加速器。顺。没有那个固定 IP。我还在顺。我还在顺，我也还在顺哎、欸。我很顺啊。我也很顺，超顺的。玩这次不能打发条教主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用你的光明一点啊。干，慢慢打。我们要讲富有意义叫那个的，哦、嘿，不能讲那个东西。那是擦边球，那是擦边球，擦边球。不能讲在，不能讲擦边球、哦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擦边球？就很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。危险边要很斯文的骂法吗？就是很斯文的骂嘞。干。嗯没有要讲干哦，我想打的、啊，可以讲钱，钱呢、欸？乾坤的钱，错对，乾坤的钱，错别字。我被土拨鼠吓到了、欸。我们是不是分的有点散啊？对啊，我就想我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还在晚上是不是？你们在哪里啊？在底下吗？哦、我看到底下有人。最能做事就是哈基啦。哎、欸，你那是走太快了啦。谁？你啊？我那走很快。没有吗？喵哈，你有斧头了，能帮我做一把吗？好啊，你要我的斧头吗？好啊。我的，我不怕死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。哦。哎、那个我用过了，给你。骂人要用果酱吗？是吗？哎，观众说听不懂哎、欸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哎，擦、边球啊什么的。我也听不懂。擦边球？啊？就是我们、啊、就是要讲话叫有意义啊。我刚才在想说我要怎么解释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他在讲说，YouTube 的那个生态圈嘛还是什么啊，就想说还蛮多富有教育意义的。只是有一些实况只会讲一些擦边球，令人担心。有鱼人。哦，碎啦！我想试试看有技能。晚上就要回到中间集合吗、哦？这个好重哦，这个东西。就有火就可以。这个东西好重哦。我们要什么？你去搬了石头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要集合吗？我搬了一颗。你不要搬，你放下，你放下，按空白键，按空白键。码头好重哦！哎、欸，我晚上了。你们看要不要？你们家那边先去弄、啊、弄把握。哎、欸，三叶风，来，家在哪里啊？你怎么玩？你们在哪里啊？还是你有火把吗？有啦，有啦，你不用。那个小雨也走太快了吧？啊，然后这只就跑很快。他那样死掉就，他那只很会死，你不用怕。很会死。火把好。哎、欸，好黑，好黑，好黑。完了，小 K 来了。完了，有没有火把？
两个做不到，这里有火，有杰克 carry， 那直接把它烧光啊，至少还，我至少还放火，没有办法，有这样子很省火吧，又有光明，哎，我已经没石头了。我还找不到石头哎、欸，我没有半颗、欸哦。我旁边会加一小石头。哇，梨子基本上是满的哎、欸。哇，真的，我梨子好大个哦。里面那只就是不用管梨子了，它就是它就是上箭头的大箭头、哦，超大。有点热啊！啊，对你那只很怕热哦。哦，有看到画面了。怎么烹饪啊？你要做立可大锅。立可大锅是你的专属锅子。好，我等下试一下。哇，我体温64度，还有体温这种东西哦、喔。对啊，所以很想订阅那个啊，才看到体温。嗯，我现在超热，降温中。啊，没有石头。没有，是不是要做稿子啊？就是没有石头。对，可是要石头。地板都没什么石头，石头也太少了吧？这一块好小哦。我说捡到3颗石头而已。你要不要做个稿子？还好啦，你不用那么怕。